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爆炸，造成至少四个人丧生，六个人受伤。利比利亚总统决选点票快将完结，昔日足球明星维亚暂时领先。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，圣彼得堡的爆炸是恐怖袭击。玻利维亚医护人员和警方冲突，反对计划实施更加严谨的法例。印度流亡藏人悼念上个礼拜在西藏自焚的藏人同胞。